点。所以今天是我考试前最后一次开桥，然后开火车。你是铁路特考？我是考试。三千块。发电池没有电，没有充电，还好我有大一点电池。你刚刚有没有录到那个什么施工的声音和大拖的声音互相共鸣？没办法，还是那个时候已经没电。这两个声音可以产生共鸣，我觉得。
去后红砖是去吹个冷气。冷气开了吗？那个声音很吵啊。对啊，在打桩啊。啊，打桩，我在录影之后整个录下去了。那没办法，除非你后置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那个音频给拉掉。音频拉掉没有人看了。就把那些很吵的音频把它拉掉，留比较有用的音频就好。你说你整艘大摩游艇去拍那艘啊？对啊，下午4点多啊。你要在这边待到1000多？我待到4:50几的那一班。哦。因为那个你船员不是下午1点出吗？1点到1点半，然后搭1:50来，太赶来不及。我刚刚看到那个钓竿，我来的时候在桥上看到那个第五只钓竿升起来，啊，剩下3只还放着。啊，来到小红食堂的时候，它剩下3只都起来了。剩下3只全部起来了。起来了。全都起来了。你看一下。那就代表快走了。啊，怎么会拖到12点？我都不懂。那就有可能就快了。都拉起来的话。全满嘞。他现在饮水时间是12点整。对啊，他这水1点出去。那会不会往前赶？我不知道。往前赶。如果往前赶，那一下。先去后台秩序休息了，等一下出来。好、哦。